假如爸爸掉河里边了，你是先吃西瓜呢，还是先吃葡萄呢？他是不是可以吃席了呀？对对对，怎么？你今天必须请我吃饭。为什么？老师请你上台回答问题，我帮你去了。各位兄弟，好的，做个屁够。他后来又冲到我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体一百勇气比心，瞳里一百爱到你鼓励，都是我无邪气那挑战者。陆克，你知道？